臣妾是手账来了。今天做个小鱼儿。收摊拿给大家看看那收摊不行，收摊了，没时间了啊、哦！哎，等一下。哎呦我天！这边是绿色，这边是粉色。先看粉色的吧。你好，我叫小喵，我喜欢樱花，我觉得粉色是幸运的。看看这边就是绿色的，这小鸽子说就知道害羞。看不清害羞，绿色的啊，这能看着了啊。阿丘。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？对了，我叫绿绿，我喜欢绿色，喜欢植物。一边是绿色，一边是粉色，这就是双色 PK 手账。对，我喜欢绿色，对吧？啊，你喜欢绿色。大家觉得绿色和粉色哪边好看呢？我觉得绿色这边搞笑、可以评论出来哟。阿球感冒了，很多小粉丝想要跟你 PK 手账，你为什么不跟他们 PK 呢？不了，为什么呢？PK不了啊！我帮小朋友们采访一下我们的小韩，为什么不想跟他们 PK 手账？因为干不过，觉得没他们做的好看啊，所以你不敢比，认为你会输呗。嗯哼，大家有想跟韩 PK 的，我已经帮大家采访了，你们知道小韩的想法喽。今天到这儿喽，拜拜。